阿玲啊，你等来。是啊。啊，你最近若有闲哦，就快点等来，过你妈。我即阵啊，叫饭仔去拖雷着，啊，前头店面对风力机金吼，有一寡谣言甲风声，我无闲甲四个要拍火啦。啊，你妈家己一个人踮厝内底，学袂想，你就快点啊，带出去行行看看，互伊转一下心情嘞。是啊。 啊，遐毋过，迄天阮伫咧海边啊拄着张雪倩看伊伫遐哭的时阵，妈就是讲要带阮大家做伙做医美疗程，转变一下心情的。安尼看起来，妈应该嘛足够知影要安怎排解伊家己啦，应该毋过我遮尔费心思，啊，替伊烦恼济啊。是啊，真好啊，啊去做一下美容 SPA， 帮我上节嘛好啦。是讲有一件代志。 我做想要请问妈的啦，啊，迄天咱伫医美中心，啊，你家己的疗程，那会帮恁做，走去张雪清的治疗室，你是要创啊？哦，啊，毋是，你先做好，你去找张雪清，后来我做好，再去找恁的啊。是啊。 我有一个物件要看一下哦。这是咱医美中心的监视器画面啊。我看这个时间点，你应该是在做你的疗程，对啊。啊，也毋过是安怎？你煞电脑走去张雪清的治疗室啊？ 我一开始甲你问的时阵，你阁还因公你无。即马呢，到底什么情形啊？怎样啊？都算讲你妈甲张当伫个内底上处理十分钟，嘛无安怎敢毋是？也毋过，我一开始咧问妈的时阵，相当于要甲我否认啊。这个情形真是足奇怪，敢毋是？妈，敢会当请你甲我讲互清楚，迄二十分钟。 你到底伫咧治疗室内底创啥？当然是关心伊啊，啊无咧，我阁会当创啥？伊有甲我讲，伊伫咧休困的时阵做出一帮的，等伊精神了，就感觉愈休困愈忝，这点确实足奇怪。伊家己搞迷茫，这还要负责？啊，是你认为我会晓什么邪术，是催眠？ 超过伊找伊乱哦，真正是怪好笑。妈，你是不是真正对张雪清做甚物代志？你是不是早就知影伊的身份，所以你暗算要伫阿公的面头前搬起出大戏？搬什么大戏？继续你已经恢复记忆的大戏。真妙啊！都真个是安尼啦，啊，不过我甲你妈敢有这样厉害？ 搁宋丽娇、宋凌峰会当甲分吹吹出来，然后恁阿公坚持要去做亲子鉴定，若毋是亲子鉴定这件代志，证明恁妈的身份。我看即马叫恁阿公赶出来，就是我甲恁妈。我就来想讲，迄当阵是毋是宋凌峰甲张雪清两个串通起来，要用宋凌峰去冒充恁妈呢？就算讲无亲子鉴定的代志好啊。 妈那是迄当阵的已经知影张雪清的情况，超工要伫阿公的面头前突破的代志，然后逼阿公甲张雪清赶走，安尼嘛是讲会通啊？我你讲来讲去，你就是要甲我定罪，不管安怎解释，就是我的唔对。既然呢，你就去找宋凌峰做你的妈妈，找张雪清做你姊妹婆，你就当作我一个妈妈，已经死了就好啊嘛。好啊。 那个电话别收了哈，怎么样？给，给你妈回家洗嘞哈。妈，我真正无看你袂起，我嘛无讨厌你，只是讲有足侪代志，我感觉足怀疑的，所以我当然嘛想讲要找你做一遍，甲你问好清楚，安尼我才袂怀疑你，唔才会当信任你啊。 静瑶，你心思有是真好啦，啊，不过要用在外口人心上嘛，免当提来怀疑家己爸妈嘞。
在天下江湖，只敢那爸母袂害你，知影无？店长诶，你可能唔知影，我读国小诶时阵，有一个熊熊发烧到39度，老师有赶紧通知阮妈，啊，阮妈原本是要管学校接我诶，结果煞因为李阿姨处理一件足紧急诶任务，伊只好拜托老师先送我去病院，我搁伫病院住着。事后，伊今日会感觉亏欠，甲我叫点点，甲你讲。我是去在同学引导，所以伫阮妈心目中，你的代志永远拢是排伫我头前。阮妈对你的用心，敢讲你拢感受袂到。所以咧，你想要讲啥？所以阮才希望讲你会当原谅雪清，阮是唔敢讲，唔敢讲哦。你也甲当作客查某囝看啦，还是讲你敢袂当纯粹甲讲你无咧甲怨恨？哎呦，地当啊！你莫阁甲因试探嘛啦！我伫咧边仔看，我足着急的呢。Boss 啊，林宏志啊，讲啥物试探是啥物意思？唉，虽然讲啊，我知影恁拢足挺雪清的啦，也毋过这件代志啊，关系着雪清的安危，所以啊，我必须要试探一下，看恁啊到底会当挺雪清到啥物程度啦。陈董诶，你安尼讲的意思是，将军啊。你伫遮个人的面头前哦，你哦一讲叫阿公，我嘛较介意哦，听你安尼叫我。啊，若是伫个其他迄个外人面头前哦，你才叫我地当的，好无？哦，哎，意思就是讲哦，地当甲雪清已经和解啊。哈，果然哦，是我上敬重的美花子啦，一听就知影。老师，你原谅雪清嘛？两张我知影嘞。哎，这，迄天啊，啊，伫迄个鉴定中心的时阵啊，我雄雄听到啊，哦，你雪清啊，对素环啊做遐济代志，哦，我真正哦，我心内哦，真正我足袂过，你知无？我就跟你较安静的啊，总算啊修通啊啦，啊而且迄当阵哦，林峰啊过来陪我嘛，啊所以啊，我就真紧啊就甲雪清和解啊啦。看起来地当，就雪清要自杀的代志，拢阮妈无讲，应该是无想要和大家烦恼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后来雪清哦，就改做甲地当哦，两个避免啦，吼扣分伊啦。啊，为着就是要得到万条万的信任啦，啊，就想讲哦，一定要查清楚。啊，因是安怎知影当初是雪清甲素媛杀落去的？啊，毕竟这件代志只有当事人才知影，其他的人哪有可能知影对无？我跟你讲啦，即嘛。伫个万条万里爱的素媛啊，是假，伊都根本都唔是我的查某囝啊！敢若是万条万，迄个隔壁人阿母，佫想要来摸阿公的大腿啊！啊，伊若看到咱拢伫遮，啊，毋着害啊！是俊玉啦，啊，俊玉姐在你那边处理，应该不要紧吧？不，这件代志啊，恁几个知影就好啊，卖阁予别人知影啦。我也无希望哦，我这上乖的查某孙哦，看下灾难啊。哦，开门。
囝来哦，是专工买来看阮阿公的啦。哦，哎，多谢啦，你放心啦，有这林红阿姨哦来这哦陪我啦，我吃好啦。啊，陈女士，我看你的面色无啥好看呢。啊，应该是哦，最近公司工作无闲的，所以我无啥困着。阿哥哦，我会当看到阿公安尼精神遮尼好，我都放心啊啦。一定是林凤阿姨把阮阿公照顾得做好势。这无啥啦，啊，我都看恁阿公一个人哦，住伫个遮尼大间的厝，我感觉伊足孤单的。啊，我平常时我嘛闲闲无代志做啊，我都过来陪伊啦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啊，阮阿母吼嘛是食饱闲无代志做，唔只过来遮行行闹闹。拍者，我接一个电话啦，哈。病院的电话，啊，病院打电话给我是要怎？喂，嘿，丢丢丢，我是宋林宏。你讲啥？林宏啊，阿病医打电话给你要创啥？你是倒位无爽快是吗？你打电话来讲，找到我的爸爸妈妈。啊，是讲你这边人在倒位啊？我嘛唔知影呢，啊，不过，伊有问我讲，要跟我的亲人见面无？啊，这是一定爱的啊！你唔是一直足遗憾讲，家己是无根的人，啊，即卖已经有啊，当然是一定爱见的啊！来来来，我陪你去哦。哎、我嘛要去。啊，我嘛要去。哦，大家要聚会去啦。哦，多谢恁大家。都叫你大哥，你看我妈无去啊，是发生什么意外？那个当初吼，阿姨丈吼最爱带着阿姨吼，甲你去海钓啦。啊，我哪会知影发生意外？啊，救着阿姨的时阵吼，阿姨已经无去啊，阿你嘛失踪去啊。阿姨电话一直找，啊找足久拢找无，啊唔只绝望吼，啊移民去美国。啊，你之前有讲过，讲你阿国庆爷是伫海边啊救到林红呀。嗯，阮确实是36年前哦，伫遮附近的海边啊去救到林红的啦。唉，想袂到因为安尼，煞害你无法度见到你妈妈最后一面。啊，甲恁爸爸嘛失散到遮尼啊久，哎，李华姐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当初若毋是你救我，无你看我早就死啊。林凤阿姨，先莫遮尼艰苦啦，姐姐知影恁爸爸今嘛伫美国啊。嗯，对。我还有爸爸，等一下若是摕到住址，我就马上去美国找伊。妈，我才陪你去啦。那安尼，我陪恁做伙去啦。长辈啊，你妈都免顾哦，这敢毋是去美国时阵了？你要无用的代志就多，我陪阮妈去就好啊啦。免啦，你拢毋免陪我去啦。我家己去就好啊！啊，你即卖事业哦，当你起步，啊，而且啊，伫美国有恁哥哥伫个啊，放心啦，袂有啥物代志的，吼。